交配是否成功啊，是否有宝宝呢？这个首先呢，有时候它交配不成功，但是它也表现得非常真，假孕嘛。中期的时候，你不管它是有还是没有，它都是拼命的吃，拼命的吃，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。它不到就是说产的前临产前一周。 那也是很难判断它真孕还是假孕的，啊，这时候呢，如果要是真有的话，它不是假的了，啊，到预产期呢，它又会有一种烦躁，因为凭我们的个人经验判断，它是有，我们想到了可能是单胎或者是双胞胎，但当时是绝对没想到会是三胞胎。 生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在自然条件下，妈妈只能带一个，所以说呢，另外两只要拿去人工育幼。啊，当时因为妈妈连续的生了三个，五天以后把另外一个还给妈妈，把妈妈那个再拿回来人工育幼。但是如果大熊猫它的体温，因为刚出生下来像个粉嫩的大老鼠，它还没有那么好的被毛。 所以对于体温控制能力特别特别差，但如果说它温度上不去，保不住体温一下降的话，啊，对于它来说是致命的。给它保温，让它保持它的活力、体力，不要那么拼命的叫。那我当时就是一个手捂着一只，把它捂住，像妈妈抱在怀里的感觉一样。你一拿手，它就拼命的去叫。 那我们怕它，因为太叫太厉害了，又渴，又累，但是呢不敢往下坐。它坐下去之后，因为太困了，睡着了之后，那手把它压了。前一个半月是非常紧张的，慢慢的就是到它逐渐的大了。 我们都是24小时守着的。
老大呢，个姐姐是萌萌，她呢性格是比较文静一点，而且长相呢有点像妈妈。那现在那个目前来看，老大的体重是最大的，相对来说她的运动量是比较小的。她吃饱了之后自娱自乐，有时候玩一片竹叶，有时候玩一片竹笋。 老二帅帅，是个男孩子，他是这三个中是最调皮的一个，而且呢，他喜欢打架，喜欢跟弟弟打，喜欢跟姐姐打。但老二、老三因为消耗的体力消耗太大了，经常的抱在一起打得叽里咕噜的。 所以说呢，这个，但如果他要是跟弟弟打，就说弟弟这个酷酷老三，他是非常霸气的一位，而且很喜欢粘人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圈养条件下，发情困难。为了克服这一难呢，当然这三难呢，目前已经来说都已经慢慢的解决了，但是呢，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。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，就是锻炼他的后肢。 让他站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以利于他以后的交配能力，就是增强他的交配能力。因为他腿的力量有足够强壮、足够支撑整个身体，那他的交配成功率呢，可能就要高一些。他们之间也采取这种打闹的方式，比如说像相互之间，老二跟老三之间相互打呀、相互闹啊。 并不是说因为他打架呀，相互感情好，而是培养那种兄弟感情。那现在目前来说呢，你玩了之后呢，皮肉又受伤，形成一种既爱又躲的那种感觉。 繁殖这一块呢，又出一个熊猫三胞胎，所以也是长隆的福气，所以就成就了目前的是考拉双胞胎、熊猫三胞胎。熊猫的寿命呢，如果在野外的情况下就是20年左右，但是在人工养的条件下，可以延长它的寿命，让我们活到30岁。 34、45岁都有，因为大熊猫呢，是中国的国宝，在中国呢数量非常少，有那种基因问题的。如果完全是靠它在野外，你没有人为去干预的情况下，也许再过100年、200年，甚至更短的时间。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起大熊猫呢，只能是像我们说起恐龙一样，去想象了。